怎么这么嗨啊 ？Hello， 朋友。 Hello， 朋友，好了，哥哥，好了。张国伟是我哥的一个好朋友，今天请他过来帮帮忙，干干活。你好，你好，你好，你是今天的嘉宾哈。对对，我找大齐。好。大鹏展翅。 Hello， 早上好。你们好吗？像我这样优秀的人，像我这样卑微的人，哎，我憋出来啊！ 哦，你还推个车过来？对，给大家添个福利。不，大喜你的朋友啊！你好，你好，你好，老师好。你好，你好。哎，各位老师好。你好，彩蛋。怎么来个更高的？来来来来，我坐下，立刻坐下。各位老师好，那个我介绍一下，这是我师哥。嗯，不要。 不要，真的。介绍一下，这是王源，我们的店长。然后这个是邱老师，我们的厨艺担当。这是小月姐，我把脚尖垫起来。然后这个是英俊哥。你好，你好，你好，你好。我叫张好看。你好，你好，你好。张好看。我先带他去客房吧。我把行李先搬进去。走。别坐我一来。那你看我干什么？哇。 这是什么东西？这是我给你看看啊，这是你骑来的吗？是我带的。这是你都给我带来干嘛？你给我带来干嘛？什么鬼？这是督促你训练。走，这是督促你训练。这车是给大家的福利。快点，快点，快点，快点！我给你开个房间。我睡你屋得了，磨磨唧唧，磨磨唧唧的。快点，好好拿。你为什么要给我带那么沉的东西？ 啊哦，给你放个音乐。走，你就有劲儿了。我为什么要叫你来？发型烂不烂？什么呀？我怎么了？发型烂不烂？哎，你头发怎么弄？你还需要管你发型吗？张国伟同学，你今天是来干活的。这边下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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边，我带你去看房间。啊，我住这儿。你住这个床，我是住这个床。 我换上衣服，我想换个衣服，我想换个衣服。出汗了，赶紧给我出汗了。你还穿个衬衫？怎么了？不得打扮打扮？哎，那么帅。我为什么要叫你来？为什么不说话？你能给盖住吗？ 你快帮我拿衣服去！你帮我盖死！不用盖，我们都不盖。你们穿内裤也不盖？对啊，没人看。我他妈不信，他都录下来，他们不看。真不看？小雷盖起来。<笑>还有一个呢。那个看不了。你能看吗？你看转个头。 看不了别转头，你看我跟你说的看不了。哦，换衣服的人看一眼，你说，哎哎，不办不办，哪见过你这么坑人的？篮球啊，篮球框啊，对，哇，太酷了！看到了吧？什么叫靠谱？你看你给我带的是什么？我黄包车挺好的。
哎，我把黄包车骑过来，我黄包车一起拉回去好了吧？好吧，等我哈。等我哈。等等等等，正好有我那个黄包车来了。来了，你把东西放在他上面。东西放这个车上吧。我黄包车挺好的。酷。什么钱？不沉不沉，给我吧，给我。把那个。好玩吗？ 还可以吧，这是不是一个局啊？母鸡啊！那是不是我们一会儿应该去 A 动进行一个挑战，可以啊，我觉得可以，可以可以，然后最后一下就是跳远，跳高，好好好好，没问题，交给我就行，也不欺负他们，就玩跳高，这太公平了，一点都没有，我你看我们这不正常吗，对不对？没问题没问题，跳高跳的也就一般高，一般一般，一般，那咱们就动起来吧，嗨起来吧，朋友们，好不好？篮球架，走，双篮架去，把那个对，哎，你找你先躲闪猫，哎，我来，欺负吗？你找你先躲，来，你上来吧，来，我来了，来来来，没躲闪，不行不行不行，别冲别冲啊，来来来，一二，走走，来来来，年轻人呐，
事儿给办了，你这都没问题。能走吧？走走走走走走，走啊！你骑啊！你蹬，你推啊！那是骑的车，你推呀、啊！走。嗨，你怎么这么闲？你还想不想回国家队了？我问你想不想回国家队了？你是不是我最爱的人？跑了。我知道我的未来不是梦。啊，你确定你是来唱歌的吗？对啊，今晚唱歌。天磊，我也这样。推推推推 ，pose pose pose， 我 pose pose， 我在使劲推。我也这样说。你是来帮忙的吧？你是来砸场子的吧？这是未能。哎，你干嘛呢？不推啊。到了，下来。就不，我就不下，下来我岂不是很没面子？刘总，你别下来。我就不下，我就不下。别下，就不下。别下，我就下。给我，给我穿，穿，穿，穿。穿你就是来砸场子的。我离你远点，这东西没有说明书的。没事，咱靠想象。少来，这什么？他没有螺丝帽，怎么办？搬过来啊！来来，再切再切再切。这东西是干嘛的？哎，我们是什么？我们是 Super Boy SB 男孩 ，SB 男孩。不闹了，没意思。来，你的想象力怎么装？要不叫人帮忙吧。好吧，这么快你就是放弃了是吗？对啊。哎，他这个好玩哎！看，艾比利红跟马，艾比利温风雪马上，艾比利红跟马，艾比利我怎么会塞？哎，哪个刹车？干嘛？别那么危险！废话，不刹车下去了。哎，爷爷奶奶好，我是中国最帅的男人，中国田径最帅的男人。刘翔，我不是刘翔，我叫张国伟，最帅的男人。薛一栋挑衅了啊！哎，使劲儿。哎，你要不你再换一下，我扭扭。哎，那我来。哎，别，小月姐，我来吧。你说你能干点什么？我能当花瓶啊，是吧？你怎么抢我的工作呢？抢小野的工作。
你这是干嘛呢？它是不连不在一起？不是，是反了，是你把这个装反了，这个是装这儿的。他们两个好像老夫妻吵架，就是这样子，不是，就是这样子，就不是。这有 bug 啊 ？You know？ 会不会英语？你那个285英语就不要再说了，讨厌，头疼。你别脸靠这么近，臭流氓。小雨姐来，你来帮他。不行，那我就害羞了。哎，我手，是不是？他们这一对太不和谐了。等一会儿这个斜了，你往下奔，我要你干嘛使？你快点。我觉得我特别想让天下的男朋友都看一下什么叫作。跟你说，你要我来是保持形象的，我过来是塑造男神形象。没有形象。结果塑造一个作女形象。啊！吓一跳。男神形象啊！男神已经没希望了，就想制作一个自己的女神的形象，你知道吗？先插进去再掰吧，来，先试试。来，一二，咱俩来，走，一二，走。要不要？哎，不，我有点害怕了。快点！不是，我觉得我想走开一点。哎，你们都走开，走开，都走开。星月给我力量！不是，等我。加油！你听一听，好了，好。不是，抓了个什么玩意儿？抓了个什么？我们臭男是怎么投的？要不就这样吧，好不好？啊！什么鬼？我臭男是这么投的，看啥？最后运动会没开成，就是篮球框没架好。